从来妄语最恼人，从来妄语最恼人。这个动作从右前方打到左前方，所代表的是一个空间、时间跟人与人之间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其实人类十二因缘就是从无明起，所以从那么久的长时间以来，就有妄语，就有这些不真实的现象都在我们的身边，而空间就是广大的空间，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这些令人非常懊恼跟烦恼的事情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最恼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两手抱头。那该怎么办呢？那就是要破妄显真，也就是说我们要破除虚妄，然后让真实与真实法真正的真理实相能够浮现。所以破妄显真最殊胜，就是破妄显真最殊胜，这就是最至高无上的真理。我们整段来一次：从来妄语最恼人，破妄显真最殊胜。